千万就来了 ，My friend， how are you？ 哦，跟你说点东西，你请问那个什么来的？没办法了，我就是有存钱，什么东西有做，穿得美美，等一下拍照也不需要浪费时间，顺便示范某样东西。那个东西对我们很重要的，为什么？厨房如果湿了水，我看到很多人铺了很多地毯，好像那种地毯呢，令到它隔水的。哇，好黑色的，好恐怖啊！唔铺更好啊，他说预防他滑跌倒。后来我就说，为什么这么简单，还你们都不懂？有一个人，他用那个好像那个吸水的，将那水吸。我对你说，对我们现在什么都省的，时间都省，没办法。所以我教你 very good 的方法，因为我们那个地上呢很滑的，就下来啦，很滑的，就是因为它很滑呢，很容易有水会跌倒。如果我们留在一点水呢，哦，完蛋了。为什么？当然有看医生啊，你都看我嘛，看我没有用的嘛，我也不会帮你医病，对不对？所以变成我想一样好方法帮我自己。什么好方法？很简单，当我们厨房有水的时候，你怎么清洗它？洗它呢很容易嘛，我示范给你看，将水冲哇，你说如果将你水我们走进去，一不小心哇跌倒，还有走出来的时候整个地上湿了，地毯也很容易湿，所以变成我很简单的方法。你看我刚刚倒了很多水，为什么我用这个盘子呢？要厚一点的，短一点比较好，怎么长也不好，差不多啊，你自己 try 了两个手，那么然后呢要怎么 try 呢？不管很多水的，很多水的，你看用什么方法。如果你用一个地毯吸水的，或者放地毯也是，哎呦，认真不用更好。我就是很简单，用这个，用什么方法都不要够那个快，怎么？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八三，你揪一下，你趁机揪一下。靠近一点，有没有水？你看你水完全没有了。为什么我特别重视那种东西告诉你们呢？因为你们忽略了，以为用某种方法是适合自己用，但是如果我们有更好的方法，为什么我不找更好的方法帮自己呢？两三分钟那些没有水接住，对不对？又不会弄那些水，弄个整个把很多水吸了的，又弄出来，又放在一边也是肮脏脏。所以这个很省时间的方法，很好用的方法，我不跟你说，我的朋友铺了很多塑胶的地毯，他两个月、三个月的，整个地毯跟你接。黑色的，我教你怎么洗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又告诉他，我又趁机告诉他。所以本来我留了这个视频做给你们看，我想起来，哦，不可以，一定要快点弄给你们看。就是用这个把很简单的方法，又省钱，当因为那个把就不会吸水的，完全不会吸水，一个塑容来的，它残长的水。那个把不会吸收的水的，所以完全你别管它。当然你没放这边，放这边弄个那滑生生好肮脏。我们赶个地方来放，放门口，放个地毯，衣服粘住它，那么挨一边，那么 OK 了。就是如果用的时候，那好像我，那很多水了哈，啊，我又做给你看了，很多水了，对不对？咁，你看住我，一。
哦，三，啊，我可以就这边，一，哦，三，一，哦，三，那、啊、你揪一下，你揪一下，有没看到？有没看到？来，我粘给你看。没有水了，所以我证明给你看，用这个最省时间、最威力、最方便，就是因为我们以为很简单的东西，我们忽略一样东西，就是如果你用拖把也好、吸水的东西也好，它会弄到那个时间弄了咗之后又不干干爽。还有经过把有水我们也要弄出来，你不弄出来它滑滑湿湿，当你弄的时候也是不方便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用一个方法，就是绝对要帮到自己，省了时间，省了好多的方便，所以我就选这个东西给你们，给你们参考一下好不好用，如果好用的给我订阅，拜拜。